惠灵时间但丁，他的创作者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普瑞欧 Auguste Préau。 这个作品呢，创作于1852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那但丁是谁呢？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开拓人物之一，也是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。他的代表作是长诗《神曲》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，就是出自但丁之口。好的，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的创造者奥古斯特普瑞欧，他可以说是一位很有实力但尚未被当代人所重视研究的大师。他的作品有着惊人的活力，他也是在法国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